天比较冷，之前出来之后呢，就已经准备好买的就是一些厚羽绒服、一些多穿衣服，然后就是带了一个就是小暖宝宝放兜里，没事的时候放兜里暖暖手，然后就是特别冷的话，就直接就是帽子一戴，然后手插兜里，然后走了。其实还是不想出门的，其实还是出门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脱衣服就弄一半了。哎呀！估计我下去我就抽筋。冬泳啊，是一个和大自然接触的一个运动，我知道。我就冬泳以后看到别人以后，感到很新奇。通过一番了解以后，感觉冬泳啊，对人身体有很大帮助。 冬泳能让人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新陈代谢，提高人免疫功能，所以爱上这个运动了。一游就是十几二十年。